上课哦，所以赶快哈，还要回去吃饭洗澡。还好你在安心班写完作业了，给爸爸看一下你作业，知道吗？你今天有没有学英文？妹妹加油，加油，妹妹加油，妹妹加油，妹妹加油啊！好棒哦！他重来了，对不对？不要了，那他重来了。没有了，这个在这个三十块。啊，还没完是不是，是合格了。那我把这个玩完就走啊，就还没玩完。刚点的那不是。非常玩完了。看太阳吗？好棒。按到了，我的助理就获胜了。哦，你太厉害了。哦，他丢雨石哦，好打打打，哎、欸，哎呦，是不是一只红眼的红脚，打喽，打打打，这个要小心打，哎，这个要小心打，慢，嗯，你这个是刚才那个人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妹妹，你这个结了黄金结了。等一下，我去就过来，我就过来。要加油！好，要加油！弟弟叫你要加油。妹妹，过来，手上的你。好，赶快。对呀。哇，我要出刷，乖乖的。红脚鬼燕锹形虫，锹形虫，他们就讲这只啦。它、啊、脚是红色的哎、欸，两个一样的。我耳膜底，哎、欸，你换一只了、喔。多位经验。一样的比赛。哦，它的、喔、大脚金龟、欸，这次没有看过哎、欸。你有看过大脚金龟吗？没有、喔。没拿过。没有，很少看到，不知道哪一蛋。大脚金龟是我们那边的。你也有就是了，先不要。哎、欸，它也是用银灰章哎、欸。我们有卖。真的、喔，你们有卖哦、喔。你们要买吗？给我，这样，他没有讲什么，继续，好，记得前头出布，石头跟布，记他犬，石头跟布，他一开始出石头跟布，记犬，记到我，石头跟布，下一拳，他可能会出剪刀了，我猜了，七彩剧毒中弹。他出一张那个，哦，这个是亮亮的。好，不用，他可能会出剪刀，出石头。OK， 石头布剪刀，好，大拳。妈妈，你看，我拿到巨扁了。对，他拿到二十去啊。是叫巨扁。他拿二十去啊。好东西。第一场就拿到二十去啊。你要帮他买一下那个手套。哦，他没有手套。我一料直接要秒掉他了，太坦石头猜你就可以发动招式，暴君狂牙。你要看他的书读在那边。你要先帮他找吗？还有空吗？你没关系。哦，不是，不是，书刚拿过来吗？我只能出布啊，阿妈出布啊，阿妈我出布，去啊。你考虑一下。好啊耶！他、yeah! 啊、石头不剪刀啦，石头不剪刀，所以记一下。就这样，就在里面看一下。他第一次出手。你好棒啊、哦！石头不剪刀。哎、欸，还有一滴啊，刚好。刚好哎、欸！你超棒的。哦，是。恭喜！好，石头布剪刀，出布。Yes。打魔王的时候，那个魔王呢会伸出剪刀。真的、哦，你打过了、哦，扭曲波动。等下石头布剪刀，所以等下剪刀。哇哇哟！加油吧！
干净十足后的声音恢复着活力着。为什么呀？大雪攻击提升啊！深红色的啃咬，然后它会出什么？石头不剪刀，所以出剪刀。剪刀，哎呦，他换拳呢，所以他可能会出没有，他出布，你再出剪刀。哎呦，好，没关系。哦，他发动，好，可以顺便看一下他的助手技。助手技好像是。我们刚才那一场是赢还是输？没有，刚刚那一场赢啊。好，那还好。好，行。所以他第二次不会这样出哎。我们猜一下他出什么？芭比看一下他出什么。哦，这好帅哦！石头剪刀，石头。他会不会再出剪刀啊？石头好了。哎呦，好。没关系。我们必杀技出了吗？对。还没有发挥，没关系。我的居然血还够。应该。赵伦应该出石头了啦，等下出布了。哇，又中毒。哎，应该出布了，出布。哎，我没有补血 ，OK， 布了。哇，哇，那等于被他猜到哎，他乱出哎。好了，顺便看一下天桥之桥，还有一局，还有一局。他出也是很哦，这怎么那么短短短的乱跳哎？哎、欸，他还补血哇，一三一哦，那也不好打哎，这只第一拳出布了，第一拳出布，第二拳还是一样出剪刀，没关系。他、啊、第二拳有出石头对不对？对，刚有出。看是要布还是剪刀？我想一下。拼拼看好了，那你保险一点就出布了。那第二拳是出石头嘛，然后他刚才出剪刀嘛。现在出石头。对，他下一拳会出剪刀，确。他下。啊，剪刀啦，剪刀啦。欸、一样。他第三拳出石头对不对？出布。第四拳出什么？我想一下。他、啊、第四拳好像克我们大绝，没有啊，我们第四拳出布吧。第四拳我们赢还输？输啊！耶，好厉害啊！然后我想一下哦，我那时候想说他会出剪刀或石头了，剪刀或布了。我们出好 ，OK， 赢了吧，赢了啦 ，OK。看你，也不是那么好打哎、欸。啊，有赢就好，有赢就好。今天他也是，直接变蓝色的。对啊，神威的打法就比较华丽一些些。哇，妹妹好棒，你获胜了。那我们击破，取得红焰鬼丘行虫，红角鬼焰丘行虫，获得。慢一点啊。一定要勇气抓到。好，看会不会 SGR 给我们？有这么好运气吗？他会不会给我们果冻？看，要再感受一下，我一下就。要收啊！一天一天。他干嘛？你找朋友？给妈妈看。好。SGR 好没有？有这么好运气的吗？没有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拿到第三张 SGR 了，终于。舞台站久了就是你的了，就是坚持不懈就有机会。你这不是打魔王，为什么还？赶快按掉了，不然等下来不及了。哦，居雅吗？居雅。哎呦，不是，居雅了。这个我们是不是很多张了？很多了，我要了。那我们拿红焰鬼角。这个不是红角鬼焰丘行虫，敲行虫，慢一点哦，不要选错哦。好，先
你左边我看一下那是什么？这个。哦，这里很多张，左边这张啊。好，拿吧。我喜欢这个。果冻啊，可惜。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。Use。等一下啊，哇，你蛮帅的哦。红椒鬼叶，敲醒虫。不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让他自己拍。帅，好。卡头，卡头是卡片的意思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要要我的必杀技。你要玩是不是？要。你有什么神威卡？要要我的必杀技吗？你有什么神威卡？我有那个超痛那个花的。我有超痛那个花的必杀技超痛哦，花哦，花徽章我也有。嗯，少惹风骚。卡片给我，给爸比。你要不要我？我要不要先借你 ？OK。我看一下这个是乱入第六站。看一下红椒鬼燕敲醒虫，去啊，取得。OK， 下一场。